之前啊，其实已经谈得很好了，也对我们华盛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。这眼看马上就要招标了，这态度忽然又冷下来了，这忽冷忽热的吧，搞得我心里挺没底的。嗯，褒贬看买主吧，他现在实力强了，当然想更上一个台阶。哎，你看，以你的经验，你觉得 PAG 这次的预算大概在什么范围啊？ 陆明啊，我不喜欢你这样。你我都知道啊，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。我不喜欢把生活和感情掺到一块儿来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问你，你觉得我们和 PAG 谁的胜算更大呢？要我说实话，嗯，你是很努力，但是。 PAG 从各方面来看都更成熟、更稳定，应该还是他们希望更大吧。那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啊！你也不用太介意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只要你努力，以后肯定有机会能赢过 PAG。 帮你几点？接个电话。服务员，哪个？谢谢。哎哎，贝卡，你咱们走了，我送你。你不用管我了，工作重要。单我已经买了。不是，什么工作陪你重要啊？主要是最近呢，我筹备这个招标的事，弄得我压力挺大的。我好久都没好好陪陪你了。哎，咱们出去兜兜风怎么样？今天啊，今天也不早了，就各自回家吧，改天再约。 好，那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你都喝酒了，你让司机赶紧来接你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没事，我就喝了一口，连酒味都没有。哎，你的包和外套都在我车上呢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要不别回去了，我带你去个温泉吧，这环境好极了。 SPA 特别棒，绝对放松。不去了，我要回家。你就不想多跟我待一会儿啊？改天吧。你都喝酒了，你还不专心开车？没事。 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撞了一个杆子。我跟你说了，叫你别酒后开车，你偏不听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反正也没撞到人。你走啊。你这去哪儿啊？先离开这儿啊。这路上一路都是摄像头，你不能走。所以更得走了。我喝了酒了。你走了，后果更严重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有的是办法。 陆总啊，刚才啊，我那个对，前面撞了根杆子，我喝了点酒，没法去见警察，你帮我顶一下。这合适吗？放心啊，如果警察把你拘留了，你的工资1分钱不会少，而且我还可以奖励你1万块。小王平时待你不薄，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候了啊。好吧，陆总。 走。你这样的，这可是犯法的。我犯什么法？我撞了根杆子，我就撞到人，我该赔他多少钱，赔他多少钱就是了。那你也不能让人顶包啊。警察不就是需要一个人去扣分、交钱、学交规吗？我派一个人去不就完了吗？而且，哎，我还多交了1万块呢。我让他顶又不是白顶的，这叫你好我好大家好啊，走吧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责任问题。维卡，这个时候你跟我上纲上线的有意思吗？谁去不一样啊？啊，怪冷的，走了。你真是不可理喻。维卡，维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都住住！陆总啊，这事你也别太生气，女人嘛就爱较个真儿。不是你说说这，撞了车，我把我自己摘出来，他还不乐意。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？要我说啊，您跟维卡根本就是两种人，合不到一块儿。是，本来我也没那么喜欢，一点女人该有的风情和温柔都没有。 本打算就是让他把 PAG 的资源带过来，结果他，谁知道这么死心眼？问他什么都不肯说，还跟我讲什么职业道德。他不上道，咱不是有别的办法吗？对，咱有的是办法。像维卡这样的女人确实不容易对付，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她一样。 琳达，我好不容易有一天时间出来陪你，你看你一副苦瓜脸，你就那么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啊？哎，不是，我今天玩的已经很开心了。你哪有开心的样子啊？有什么心事儿就说出来，大家一起解决嘛。你这样闷在心里，永远都解决不了。你说啊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。 他爱的人要去害另一个他爱的人，那他该怎么办呀？什么呀？你怎么说那么绕啊？谁要害谁呀？具体上我也说不出来，我就好奇随便问问呗。要我说啊，真正的爱是对等的，他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，是绝对不会去伤害他的。如果非要做出一个选择，不然的话，他就会失去另一个人。 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做出让你伤心难过的事儿，我们只需要去判断谁才是真正爱你的人。来，咦，宝贝儿还没睡呢，看看妈妈今天买的新衣服。 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惹我们领导不高兴了？一定是你爸爸，对不对？你以后不能老是跟爸爸生气，咱们三个还要在一起生活呢。妈，你到底爱不爱爸爸？当然爱啦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们的婚礼是几年几月几日？是01年还是02年了？那什么时候领的证，你总该记得吧？傻孩子，爸爸跟妈妈现在只有离婚证。那我呢？我是什么时候去的美国上的学？放学之后我怎么回家？回家之后我又干些什么呢？嗯，妈，我让你去医院检查，你去了吗？当然去了，宝贝女儿让妈妈去的，妈妈肯定去啊。 你这病是什么时候得的呀？怎么一点症状都没有啊？不就在美国得的吗？怎么没症状？妈妈总是觉得很累，而且一直咳嗽，你都看见了呀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就想，既然爸爸现在工作这么忙，你也没有机会，那你为什么不趁这段时间好好回美国治疗一下呢？ 你是美国国籍，你在美国治疗肯定更方便呢，而且更省钱呢。妈妈是觉得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，而且妈妈想多陪陪你啊。好了好了，别乱想，快去洗澡啊！妈妈累了啊，乖。哼，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问这些问题。 哎呀，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夏凡他不住这儿，你们赶紧出去吧，出去吧！你别骗人，我这儿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，写的就是这个地儿，错不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今天我们见不到姓夏了，就在这儿不走了。对。别跑，没法守。你们干嘛呀？万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看着他们这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来找夏凡讨公道。 你是谁？我跟夏凡已经离婚了，这是我家，麻烦你们赶紧出去。那你告诉我，他现在住在哪儿？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他住哪儿我不知道。你们赶紧走啊！再不走我报警了。报警？我们还想报警呢。夏凡从我这儿租了房子，非法改装租给他们，现在墙塌了，砸伤了好多人。他说走就走，没那么好的事儿。你现在去报，你看看警察来了，先抓谁？你是房东吗？对，算是。 他从我这儿租了房子，租给他们。现在他跑了，这些人都来找我，我没办法，找不着他，只能到这儿来。好，那咱们俩谈谈。行，谈谈就谈谈。不行不行！大家安静，安静。咱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，不是来打架的啊！我现在去跟他谈，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请。 来，你们喝水。您看一下啊，这是夏凡跟我签的合同。这几份呢是夏凡跟那些租户签的合同。哦，这儿还有，这是夏凡和这些租户的身份证复印件。 要说您家这夏凡胆儿可真够大的，100多平米房子，他给隔成8间。这线路、水管他是随便改，承重墙都拆了。您说这能不出事儿？水管一爆，墙塌了。现在受伤的人呢？送医院了。有一个人啊，在墙塌的时候，当时就给埋了，幸亏发现的及时。这也就是白天。 屋里没剩几个人，这要是晚上啊，这事儿就闹大了。我呢也托人打听了一下，如果要是报官，这个事儿就没那么简单，不光是赔偿的问题，弄不好啊还得承担刑事责任。我想呢，就算告到法院，法院得给咱们调解，不如啊咱们两个协商，把这个事儿解决就完了。好啊。 你想怎么协商？简单，就是赔钱。赔多少？我简单算了一下，房屋的维修费，加上这些受伤人员的医药费、误工费，80万。80万！红心啊，怎么还不去接彤彤啊？哦，彤彤要我妈带点东西，我找一下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 不用了。谁啊？我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喝什么水啊？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，你老躲什么呀？不是我不躲，我拿什么赔给人家呀？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小生意是吗？我跟没跟你说你不适合做生意，群租房是违法的。你说这事情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听说那人腿砸断了，我现在电话都不敢接。我跟房东谈好了，他答应私了，你把能退的给我退回去。哎，不是，那钱也不够赔啊。 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5万块，谢谢阿姨。小文这次呢，也确实不是故意的，她真的在努力的学习，做个好人。关美阳，你这辈子就是替夏凡还债的命。每个月5000，10月还清啊。 反正我就是月光族，你也知道，我给你凑个脸吧脸吧，就这5万，你那70万我看你怎么办。我本来钱是够的，他妈妈不是手术嘛，现在还不知道能恢复的怎么样。如果2次手术细胞粘连的话，又要凑一笔钱，我得留一部分。哎呀，行了吧，即使没有这事儿，你就说吧，你那70万你上哪儿弄去啊？你怎么帮夏凡？ 反正我手头的钱吧，加上你借我的，我算了一下，凑下来有20多万了。那剩下那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嗯，自然借那案子成了，是不是张红心50万提成？到时候你让张红心把这个钱进去给你，你给夏凡。说什么呢？我能用他的钱吗？怎么就不能用啊？ 那钱花光了，是不是能再赚呀？你俩现在什么关系啊？他帮到你怎么了？那不是这种关系，我越不能用他钱。都帮我那么多了，我能干这种事吗？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许跟张红星把这事说了啊！必须保密，不许说，听见没有？嗯，我听见了。 我都没吃饱，还没吃饱？你不是减肥吗？你请客，我得吃贵的。你不知道我现在缺钱啊？没有。红心，你怎么来啦？你不在家，我打你手机你也不接，我去了齐欢的诊所，他也不在，所以我猜你在这儿，果然被我猜对了。我一直跟花欢在一起，没看手机，对不起啊。哟，要不然我先给你们腾个地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们是在庆祝什么？两个人还都喝了酒。 还是谁有什么心事？还不是因为你们。哎，对对，红心啊，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那么着急？啊，是这样子，我无意间听到彤彤跟她妈妈的对话，然后知道了陈小玲这次回国好像跟她的身体状况有关系。然后我在彤彤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份英文的病历，我用手机拍了照。你朋友圈比较广，能不能帮我找人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，还是能不能治疗？这事你得找我呀，还是美国医院的报告。 我回头给你问问我那个美国专家朋友吧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发给你，谢谢你啊。彤彤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那个看看你这个，我上网查了一些偏方给你治。 哎，妈妈跟你说过了，妈妈这个病啊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就别管了，管好自己的事儿啊。嗯，你爸怎么还没回来呀？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嗯嗯。这东西留着迟早是个祸害。 爱上 This is her health report. Many thanks, many thanks. Many thanks, many thanks.大叔，你要是没工作了，过来给我爸当厨师得了，天天念叨你这一口。就光会切鱼片就能当厨师啊？老段，你们家这活也太好干了。行，明天我就从 PAG 辞职。哪有那么多空啊？啊，不投标了？标书已定，张大总监现在是胜券在握，要不哪有闲工夫过来给你做生意道啊？ 哦，你这面子可大了啊！啊，生鱼片总监呢啊！哎，爸，嗯，你一会儿什么时候走啊？去哪儿啊？嗯，你们晚上不是有一应酬吗？你忘了？对了，忘了，总得吃完再走吧。嗯，我就是提醒你一下。 啊，来，什么时候吃啊？随时啊，可以吃。哦。所以彤彤已经拜托你去查了陈小玲的病历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 到底有没有病？有病啊，癌症晚期，而且已经没有什么治的必要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？看把你紧张的，你是不是跟他旧情复燃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好啦，不逗你啦。陈小玲啊，根本就没病，彤彤面前装呢。 到底有没有病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学医的朋友，是 John Hopkins 医院的肿瘤科的大夫，他看了陈小玲的病历，看完了就说啊，数值虽然异常，不过不代表她有病。但是数值确实异常，对吗？那也不能解释说她就是没有病。后来呢，我又把陈小玲体检报告上的病历信息和病历号发给她了。经过内部调查。 陈小玲在美国的时候，确实在那家医院就诊过了，不过诊断书上只写了她是一般的肠胃炎，或许是吸烟过度，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好透了。所以说，有可能是彤彤误会了，或者是彤彤呢不小心看到了陈小玲的病历，以为她得了不治之症，陈小玲呢就利用彤彤的善良和同情心欺骗了她。 事情就是这样了。大叔啊，你说这事儿是你跟彤彤说，还是我跟彤彤说啊？你先别跟彤彤说，我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告诉他。为什么呀？就让陈小玲一直这样骗着彤彤啊？在我没有搞清楚陈小玲在玩什么把戏之前，我不想伤害彤彤心目中妈妈的形象，而且我也吃不准，彤彤听到事实的真相之后会怎么反应。 我不希望伤害彤彤。好，这是你的事情。哎，下班了。哎，您那天不是说改天一块喝酒吗？啊，改天就是今天，今天特别合适啊。对了，记得叫他上班。哦，哎，不买酒啊？啊。 凭什么是我买酒？我又不想喝。装病、啊，亏他想得出来啊！不过这招听着还挺灵的哈。下回我媳妇跟我闹事儿，我也装着看，看看她什么反应。我觉得靠谱。你的长相，装病特别有说服力。老大，我是发自内心的同情。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那招标会的事儿这么烦躁呢，谁让你这家里事比这工作上的事还麻烦啊！你这样我都不敢结婚了我。哎，就你这经历都够拍个电视剧了吧？拍了也是个烂戏。前年看一个什么戏，里面有个演姜浩坤的，那戏贼烂，还演白领，演什么呀？假白领。哎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家里有事儿，这个有困难大家能理解，但是你不能因私废公啊。什么叫因私废公？我什么时候耽误了工作上的事儿？对，别激动，我不提醒提醒你吗？关键这个在人界这案子特别重要啊，非同寻常。总公司下消息了啊，做成了，大额奖金。真的假的呀？ 我在公司时间也不短了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福利啊？所以你给停职了吗？他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这种事儿都靠我支棱着耳朵去打听。公司新上任的大 boss， 上任两件事，第一件就是总部大换血，第二件就是秉着重视业务的思路，啊，为了激发员工的创业积极性，项目有功人员额外提成10%。10%？ 你要把这样的拿了，你等会儿我算算啊，100多万呢，100多万呢，不是你这消息靠不靠谱啊？李远信不信？哎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？算了，反正这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了。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？怎么就没有信心了？ 好好干，招标会跟我一块儿去。真的？真的，咱哥仨嘛，有福同享，有难你当。恩人，谢谢两位恩人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上官莫齿难忘啊！来吧，你走一个吧。嗯，喝不动了。就你这点酒量还招我！ 依然，赶快睡，别晚了，听见没有？怎么回来这么晚？红星喝多了，我把他给送回去。红星喝多了，真是难得。他平时喝酒不是挺有度的吗？对呀，家里也得烦心事儿呗。 说他前妻是身体不好，得什么病了？什么病？行，什么病？装病。装的？啊？对呀，可怜这童童，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哎呦，孩子真可怜，你说也没法告诉他，你说要知道了得多伤心呐！当父母的真是。 对呀、啊，你可别出去乱说去啊！这事让孩子知道可麻烦了，咱负不起这责任啊。放心吧，我这嘴你还不知道。特别不严。找揍了吧？好。哎呀！来，我给你捏捏。爹啊！ 哎，你站住！追我干嘛你？你回来！别动！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在上厕所呢。上什么上？一上午6回了，憋着。这哪憋得住啊？别跟我废话啊！为什么躲着我？你说。我哪儿躲着你了？装，你接着装啊！你那迷离的小眼神已经出卖你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别问我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丁娘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要是不老实交代呢，本宫赏你1丈红。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说。就是昨天晚上嘛，我在家打王者荣耀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拿1血，还拿 MVP， 对面3个打我一。说重点。重点嘛，重点就是昨天晚上，我爸跟我妈。 今天在学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东东，爸爸大概猜得出来你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，但是我在等到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。 我希望你了解，家人是永远的牵绊，家人之间彼此包容、彼此原谅、彼此关爱。所以啊，如果我有做不好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奶奶很烦，你也要告诉我。总之呢。 你有任何的心事，你要记得，我一直在等你，等着你跟我分享，好吗？Daddy，谢谢你。那么客气干嘛？ 喂，维克，哎，上一次是我不好。哎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就是那件事啊，还有一点小麻烦，还得辛苦你再给我帮个小忙。什么忙？是这样，刚才我那个司机跟我说啊，交通队事故现场的录像上看到你了。 我那个司机嘴也笨，就实话实说了。我估计交通队会找你核实情况。万一交通队给你打电话，你可千万替我兜着点儿。就这事儿吗？哎，就这些。无论如何，你得帮我这个忙啊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了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好险呐！ 这我要是彻底跟维克掰了，那我这次麻烦就大了。陆总，您真厉害 ，PAG 的2个女老大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哎呀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！这2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哎呀，相比起来，我还是觉得薇念你好一些，她起码不像维卡那么死心眼儿。 那您可得小心点儿，这踏着2只船要是穿帮了，温丽丽也不见得会帮你了。这件事过了之后，我就跟她摊牌。现在呢，先哄着她，替我把这个伪证先做了。个，哎，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啊。啊，老段，我有一件事情拿不定主意。哎，说给我听听，帮你分析分析。 我有一个朋友想让我帮他一个忙，不过呢，得违反我做人的原则，甚至会触犯法律。你说怎么办？既然违反你的原则，那当然不能让步啊，更何况还触犯法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如果我要坚持原则呢，他肯定会认为我是在故意伤害他。对一个没有原则的人，你还想再跟他做朋友吗？我以后都不想再见他了。好，你连想都不想见他，那你还怕他在背后说你什么吗？说起来是简单啊，但是如果他在背后责怪我，我会感觉是，好像是我做错了事儿似的。哎呦，瑞卡，做人洒脱一点嘛。 啊，人生苦短呐，对吧？不要老为别人活着。其实你只要无愧于你自己的良心，什么事都 OK 的。老段，你绝对有大智慧。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你就好像是我的人生导师。 哎呦，我有那么好吗？我是老不着调啊。是啊。 请你告诉我事实真相。It means a lot to me。你应该已经猜到了。回答我。对，他是没有病，而且你爸爸已经早就知道了。所以说他一直就是骗我的，他一直欺骗我的感情，利用我的同情，一边盗取爸爸的创意，是这样的吗？ How can she do this? 我对爸爸做了什么？爸爸不会怪你的，你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以前他们离婚，我一直就是以为感情不和，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在吵架，你知道吗？ 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我给戴丽打电话，告诉她真相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以你爸爸的脾气，你觉得你爸爸知道真相以后会去揭露你妈妈吗？He will accept everything and drop the case. 这个 case 对于你爸爸来说很重要，他不仅仅是你爸爸能力的代表，还是他将来成为 CEO 重要的助力。Understand? Okay. What should we do? We'd better keep it secret. And what? 找到其他的突破口。 旁人的骄傲，谁也不动摇。这一句是我想。